服务业协会我还没有问过，然后同样的问题我也是回答你。服务业这个时候徐孝欣跌倒了。关心一下，便快闪离去。曹董好，中天陈佑，我想问一下，因为刚刚曹董有特别提到病毒会跑来跑去，所以清零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之前陈时中就有提清零的政策，所以曹董是有在质疑陈时中的政策吗？那另一方面就是，现在虽然大陆对台湾的威胁日益的增加，所以会不会觉得跟你这个第一个题目就是有陷阱啊？你是哪个报社的？中天啊，中天。中天都不回答，跟匪强嘛这个。哎，那可是那个中天，你根本是诽谤，你还有脸站在这里，我替你惭愧啊。但问题是。